来自于河南农村，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二女儿。妹妹，我们都对不起你，知道你还活着就行，知道她现在在活着，我能看上她一眼就行。对亲生骨肉，她为何有如此的内疚？她对女儿到底做了什么？有请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说的这位是谁呀、啊？哦，是你的妈妈。妈妈那么年轻啊，来，妈妈坐。哦。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二女儿整过的小枕头。二女儿，这是大女儿。这个是大女儿。啊、哦，那就是说今天你们来找枕头的主人，哦、你妹妹。妹妹什么时候丢的？我这个女儿，我有17年没有见过她。17年？对。她丢的时候多大？9岁。9岁。当时送走的时候，她得了很严重的病。我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是死。嗯。说起这个女儿呢，就是在她满月的时候。我们农村家里长辈嘛，又想要个孙子，刚好就是他爸爸的表姐家是两个儿子，想要个女儿，然后就把这个女儿过去给他表姑。在女儿6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他表姑父的亲戚来到我们家，跟我和孩子的爸爸说，你们看看孩子。他爸爸我们两个就放下了农活嘛，跟着那个亲戚就第一次去了他表姑家。我们到他表姑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，我进了屋的一刹那看到我的女儿，我当时就脑子一片空白。我的女儿就是侧躺在那个床上，床前放了一个盆，盆里面有半盆的沙子，那个血就顺着孩子的鼻子不停地往那个盆里流。我当时就哭了，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决心把孩子抱回家。等到后半夜，孩子的血渐渐止住了，我就跟着孩子的爸爸，我们背着孩子走了40里的路。到家的时候，我们就找我们那村里医生，我们那很偏僻的医生看，他说你这孩子没什么大病，就是普通的流鼻血，给弄点药吃吃，吃了药以后第3天孩子是好了。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家也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。当时我家的大女儿还有一个儿子都在读小学，我这个二女儿非常想上学，我就用她爸爸的那个旧褂子给他缝了一个黄色的小书包，送他上学校去。三个孩子一块上学一块放学，我想孩子病好了我真的很高兴，我们一家人团圆了。后来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在学校里小孩玩嘛，推推搡搡给他摔了一跤，然后那个胳膊嘛就碰到那个课桌上摔破了一块皮，谁知道就是这一块皮他就流血不止，在我们那个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给他包嘛，怎么包都不止血，用那个就是纱布给他缠得紧紧的，就是很紧的缠勒住。那个校长还有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，这个孩子这样在学校里
太危险，还是回家吧。从那以后，就是我的二女儿，就是退学在家里。那时候家里没有黑板，就跟弟弟两个人在那个窗户上教妹妹写名字。妹妹很乖，就躺就那样趴在那里这样看，也不说话，也不捣乱，就那样静静的在那看着我们写作业。我知道她很想上学。当时我们家呢，就是三亩水田，收的粮食卖掉，就也就1000多块钱一年。这个病没有去治吗？因为没钱是吧？治了。借钱。借钱。开始的时候，医生也没说什么病，就是买一大包大包的药去，回家就说这个孩子要常年吃药。必须1天3次，不能间断。我们就那样给孩子吃，开始吃的是西药，后来就买了中药。但是吃着吃着还是会发，因为他那个血是止不住的，两个鼻孔堵住了之后，他就从嘴巴里在那样一很大口的大口的吐出来。一个小孩的身上应该有多少血在那里那样流。每一次到孩子犯病的时候，就是他爸爸，我们两个就是最难过最伤心的时候。记得第3年，每一次孩子犯病很严重，我抱着孩子就坐在家里，头就枕在我这个腿上。一般的小孩子生病啊，就要么哭要么闹，妹妹就很安静的在妈妈怀里躺着，就这样躺着，让那个血就这样往下面流，血就顺着我这个腿往下流。那时候我们家说一贫如洗，比一贫如洗还不如。爸爸妈妈为妹妹治病借钱，我跟弟弟那时候就不要说买新衣服，就是一颗糖我都没买过。弟弟那时候小不懂事，人家那个甘蔗上面就烧的那一部分嘛，就是不要了扔在地上，弟弟就捡起来给吃了。然后我回去跟爸爸说，爸爸当时很生气，哭着把我弟弟给打了一顿。他说我们现在给姐姐治病是没钱，但是你不能吃人家吃剩的东西，你梅姨那个时候已经欠了3万块钱的债。怎么想到要把孩子送人呢？我们后来到县医院去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跟我们说，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医生，他说你这孩子的病我们都没见过，你去找那位老医生看一看。我就跟着孩子的爸爸找到那位老医生，那位老医生给孩子检查，他说要么你回家准备30万，你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看。他爸爸问了那个医生一句，那我们要回家这个孩子会怎么样？他说这个孩子到临终的时候会七窍流血死。抱着孩子就在那走廊里坐了好长时间，医生说是败血症嘛，败血症在我们那里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俩抱着孩子就往回走了，一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，
我就感觉我这孩子快没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孩子的奶奶啊过来看孩子，她就说：“这个丫头怎么这么难养啊？换换地方，说不定能逃出一条命。”我当时抱着孩子坐在那里哭，听到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好像又感觉有一丝希望。刚好那时候他的小姨跟小姨夫嘛在广东打工，他爸爸我们两个商量商量，看孩子能不能逃出一条生路。孩子走的那一天，他不知道去干什么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爸爸带你到小姨那去。他挺高兴，孩子吃好饭走的时候，我抱着孩子亲了亲他的脸，我跟他说：“我说娟子，你到小姨那以后你要听话，以后不管你到哪里你都要乖，都要听话。”他很高兴。妹妹走的那天姐姐知道吗？我们放学的时候5点多，天都已经黑了，然后回去的时候没有看见爸爸跟妹妹，我就问妈妈，我说妈，我妹去哪了？我妈说那个表姑家想孩子了，她说表姑家想孩子以后她要把孩子给接回去了。妈妈为什么那时候对女儿没有说实话？当时这两个孩子还小，不想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苦难。对，这孩子到那儿上小姨家了吗？不知道啊。10点左右，他爸爸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爸爸怎么说？他说那边有个庙，很大。哦。他带孩子过去，看到那庙里人很多，他把孩子放在那庙的边上花坛子边坐着，他说，然后他就躲在后面的小树丛边上，一直到天黑，看到一个阿姨把孩子带走了，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当中我就昏了过去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坐在床边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呀，怎么把女儿给丢了呀。金海秀一直以为丈夫带着生病的女儿去广东投靠她的妹妹，没想到的是丈夫却把孩子遗弃了。她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，她责怪丈夫太狠心了。从此女儿的安危成为这位母亲无时无刻不曾放下的牵挂。我心疼女儿，我也后悔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还不如在家里呢，最起码我能看到他。我托我妹妹，我说孩子被他爸放在了广东，我说你在那边打工，你有空帮我去看看，帮我找找。后来半年以后，我妹妹写信跟我说没有任何消息。第二年他爸爸我们俩商量出门打工，把账先还了，然后我们找女儿。我和爸爸亏欠她太多，求她原谅我们，也要对孩子说对不起。不管孩子怎么样，不管他现在在不在，我们都要找。第二年的时候，我们在江苏那边听到消息说他表姑家的大儿子也得了这个病，跟我们娟子是一模一样。我们知道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在上海看病，我们俩就买了车票到上海去看看这个孩子。哦，他们家那就有过敏源是吧？不知道呀，孩子后来走了。哦，上海没看好。我就想起我的女儿，害怕，我非常害怕。
我想我的女儿不知道现在在不在，她会不会也是像君子那样没命了。到女儿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就跟她说了实话，她的愿望是想学会计，上个技校。我就跟她说，我们家没那个条件，我们要找她，这辈子是你爸爸和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亏心事。其实那时候妈妈有问过我委不委屈，我说我不委屈，我不上学没关系，我还有爸爸妈妈在我旁边，妹妹在外面，不知道能不能穿得暖，能不能吃得好，那个病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有没有就是说人家好心的人给他看病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爸爸现在在哪儿啊？就是爸爸在天堂上。走的时候肯定是对女儿无限的牵挂和内疚吧。到2010年的时候，刚好女儿怀孕6个月，那天女儿回娘家，看到女儿怀孕，我们都很高兴。爸爸，我们俩说大女儿好了，等儿子毕业我们就去找。不管到那里，我们是打工也好，要饭也好，我们一定要把女儿找到。我们这辈子亏欠的太多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不到10天吧。那天中午，他爸爸回来，头上就是黄豆大粒那么大的汗珠往下掉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我这心口疼，他说，赶紧叫了车，给他送到抢救室。从那他爸爸就再没醒过来了。那病呢？后来是心肌梗塞。心肌梗塞。嗯。我不敢相信孩子他爸就这么没了，女儿还没找回来呢，你怎么能走了呀？我说你把我扔在这半道上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几天不知道怎么过来。一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儿子问我，我说妈，我问你个事。我说什么事啊？我说我爸爸是不是有什么心愿呀？我说你怎么这么说？我爸爸临走的时候眼睛没闭上，那个医生帮他，我说你爸让你找姐姐，你这个姐姐在外面不找回来，你爸爸是他一辈子心里的遗憾。弟弟今天也来了。弟弟请你上来。你好，坐下孩子。弟弟现在工作了吗？已经工作了。已经工作了。对。希望今天找到姐姐吗？希望找到姐姐。妹妹，你也得做好这样的准备，因为女儿的这个病确实比较罕见。我知道我这个女儿很苦，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希望她在那边今天能看到你妈妈来找她。对。送出去的亲情，你会觉得他烫得让人接不住，但是把孩子送出去，其实也就把他们自己这个家捆绑在了一个道德的枷锁当中。亏心这样的词可能是用在其他的方面，但是他用在对他女儿上面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找到他。叶世群，像这种算遗弃孩子吗？是一种遗弃的行为，这个按说呢，它是构成犯罪的。当然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经历呢，非常让人同情。他的主观动机呢，可能是想看看孩子能不能被人收养之后啊，能给孩子治病。但是呢，总体来讲，这个做法其实还是触犯了法律。当然他这个事情啊，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，而且情节轻微，是可以不处理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，请。
金海秀大姐你好，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。您在我们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呢，我们收到了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。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啊，当年这个丈夫呢是把孩子送到了广东，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找了一位志愿者，他叫做花飞舞。根据您的线索，您的孩子是1999年丢失的，现在26岁左右，曾患有血液病，为此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寻找工作，同时也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进行资料比对，希望您的孩子也在找您。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。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。找到孩子，也关心他爸爸的一些。从给他送走那天开始，我没有再奢望让他再喊我一声妈。准备好了吧？为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孩子不在了，我希望他在那边今天能看到妈妈在找他，他能原谅妈妈当时的错误。多大了孩子？我今年26岁了。你后来去了一家什么人家？我后来是我爸爸把我带到那个寺庙的地方，
时候，爸爸嘱咐我说，坐在花坛这里不可以乱跑，他说去买东西。我就坐在那里一整天都不见爸爸来接我。等到那天晚上6点多，清洁工阿姨看到了我，就把我收留了。那个后来又回到寺庙了吗？后来一直就跟到那叔叔阿姨一直住了7天。啊，对，住了7天后，我就一直等我的爸爸来接我，但是他们没有。就后来就清洁工叔叔阿姨就把我送到了警察局，警察叔叔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，一直到现在。妹妹，我问你啊，就你那个病后来再犯了吗？在2004年还是有犯，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虾，我就嘴馋。那次过年福利院就加餐，加了虾，我就偷吃了一条虾后，那天晚上就呕血不止，流鼻血，然后全身出现出血点，还有瘀斑。福利院的叔叔阿姨就把我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，医生诊断说我是特发性减少性血小板紫癜。对，那个时候还诊断我胃内出血，在医院救治了一段时间后，医生宣达病危通知书，说这个小孩我们无法救治了，你们还是带回去等他的命运转变吧。但是福利院的叔叔阿姨依然不放弃对我的治疗，就在福利院叔叔阿姨他们精心的照顾下、医治下，我就慢慢的康复了。感谢福利院叔叔阿姨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谢谢你们。朱东，你手里拿着是什么？就想跟阿姨说的，因为现在孩子大了，身体健壮了，抵抗力强了，而且知道有很多一些可能过敏的东西他不去碰。这里呢，给你们带来了一张，是2014年他最后一次发病，当然那次不是特别严重啊，治疗之后的出院记录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可以说是福利院的叔叔阿姨们帮你们养育了一个健康的女儿。我在这里谢谢。在福利院里，曾经的病孩子被取了新名生小翠，正像名字寓意中的勃勃生机，小翠顺利长大。可是缺失的亲情却成为心中无法替代的创伤。孩子，你长大了，你恨爸爸妈妈吗？我小时候有恨过，直到2004年那次我的生病大发作，我也知道他们为了救治我的病，所以我现在不再怨恨我的爸爸妈妈了。想尽自己的所能与姐姐弟弟一起为妈妈养老，我不想妈妈的晚年心里留下任何遗憾。幸福的妈妈，妈妈今天晚上坐在这儿一直哭啊。小翠儿，对，我有看到内疚啊。对，以后你要孝敬。现在还在福利院？是，我现在是福利院的一名护士。哦，我想征求妈妈的意见，如果妈妈允许的话，我还想继续留在福利院为那些老人儿童服务。哦，是好孩子。擦掉眼泪的时候，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苦水，这是幸福的泪水。来祝福他们。谢谢您老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。家有病儿，就算有种种无奈，但是遗弃孩子依然要受到社会的谴责，而来自社会的关爱与救助，让这个曾经垂危的孩子焕发了新生。现在他又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，
让我们相信真爱的力量是可能创造奇迹的。谢谢。他爸爸在的时候，我们一家没有照过一张合影相，因为孩子在外面不能团圆。今天孩子回来了，我也想聊聊他爸爸。